校园五四三之世代跷跷板，他是天籁之声伟翔，他是地狱之声方程。我们今天要探讨议题就是关于抽烟这个东西。那说到这个，你背后是不是藏什么东西啊？真的，你也有我也有、我看看，96年度吸烟平均年龄，未满14岁就抽烟的人有50%这么多。伟翔那边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97年度的调查，未满14岁就开始吸烟的人已经达到80%这么多喽。80%之多，伟翔，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湾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抽烟呢？那政府是不是有订立一个烟害防治法？那它到底有没有用啊？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问题，我想我现在就想上街头去雷清一下。我们这么亲民吗？对。那我们 right now 就去看，走。民国96年公布的烟害防治法，除了大家熟知的3人以上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之外，包含学校、大众运输工具或是电影院等等的场所都有明令规定禁止吸烟。而烟害防治法的规范不仅限制了场所，对吸烟的年龄和吸烟区的设立都有相关的规定条例。至于烟害防治法的公布对于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一般民众的看法吧。请问你有吸烟的习惯吗？没有，我不吸烟呢。有，从来没吸过烟。有。那你对烟害防治法有什么看法呢？烟害防治法，我目前只知道就是3人以上公共场合无法就是吸烟。我觉得其实不会有什么，因为本来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烟味。那如果你在一个密闭的场合，或是你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抽烟的话，就是会影响大家的权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法令是没有不好的。你觉得烟害防治法有成效吗？在人多一点的地方做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在餐厅吃饭，他们都不在里面吸烟，就在外面吸。我觉得应该没有成效吧，因为如果3个人都吸烟的话，不管在哪里都会吸烟啊。就是以我跟我朋友发现，好像大部分有抽烟的人还是就是继续会找地方抽烟还是怎么样吧。是否希望校园设立吸烟区呢？我觉得既然学校 里面已经全面禁烟了，就不要在学校里面再给他设一个空间。现在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后门那里做一个让他们可以有丢烟头的地方。我自己的话，我是有自己带一个随身的那个就是携带型的那个烟灰缸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像比方说其他的艺术学校，我去我的同学的大学，他们都会有设一些地方，就是让人丢烟蒂什么的。希望啊，因为学校全面禁烟，但还是很多人在偷抽啊。那偷抽就满地都是烟蒂啊，那还不如设个吸烟区，或在侧门设一个丢烟蒂的地方，就减少烟蒂啊，也大家不会在学校里面偷抽。那你对吸烟的朋友有什么看法呢？会劝啊，但是他要不要戒也是看他们自己啊。对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你的身体你自己照顾好就好。这样，在听完部分街头民众对于吸烟这件事情的看法之后呢，慢慢的可以了解到吸烟者不吸烟者之间彼此的心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民众对于吸烟这件事情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见解呢？现在我们回到校园。校园毕竟还是个禁烟的场所，但还是有非常多的学生一离开学校马上就抽烟。现在就让我们来访问一下世新大学广电系谢旭洲老师，对于抽烟这件事情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走。现在为你们大家访问到的就是广电系的系主任谢旭洲老师。大家好。旭洲老师啊，你在学校待了这么久，那我想请问你有没有观察到，我们学校学生抽烟的比例是不是有变多的趋势？其实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了，但是表面上看到的是，反而是抽烟的人比较少了啊，比较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躲到角落去了。以前在学校还没有禁烟之前，其实很多学生就是公然在很多走廊、在教室外面，然后阳台。公开就抽烟，但是这几年因为烟害防治法，通过以后，学校全面禁烟了，所以一下子你在校园里面看不到任何，包括老师、包括同学，都没有人在学校看得到的地方抽烟，因为抽烟是一个长期的习惯，所以我在猜啦，我都没有确切的数据，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口应该没有变少，只是他们从
显性变成隐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还是会越来越严重，是这样子。严重哦，也不完全是这样子讲，就是说，其实抽烟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现在包括在电视上的广告，包括很多卖烟的地方对于这种年龄的规定，其实都可以让抽烟变得比较不方便。那也许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所以抽烟的人口，我想会快速上升的机会其实也不容易哦。是，老师，您赞成我们学校设立比如说吸烟室，或是提供个公共环境给大家去抽烟吗？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以前当自己在抽烟的时候，我一直遵守这个原则，是我都到没有人在的地方，空旷的地方抽烟，不影响到别人。所以如果有一个学生他抽烟，我希望他能够戒掉，也希望他减少抽烟的量。但是如果他暂时戒不掉，我也希望说他不要在抽烟的过程影响到其他人，让别人吸二手烟。我们要培养一个尊重其他人的这种不被烟所危害的这种权利，我们要尊重。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如果现在能够拥有一个专门的空间给这些抽烟的人，也兼顾到他其实能够抽烟的权利，可是不去危害到其他人不吸烟的权利的时候，那我觉得是两全其美的。我们知道旭州老师也是本身也是以前有在吸烟，然后戒烟成功嘛。对，那最后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吸烟的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跟大家讲一下？我当然是建议同学们哈，如果还没有吸烟的，不要去因为好奇而去尝试，然后进一步去养成抽烟的习惯。啊，如果已经有抽烟习惯的，我希望能够渐进式的慢慢能够把这个习惯戒掉。那因为对自己的健康来讲，长期而言，我觉得抽烟绝对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尤其对呼吸道系统。那我个人的经验，我自己知道要戒烟是很难的事情，要戒要有恒心有毅力，然后要长期来做的。所以我个人戒烟其实我也戒了几次才戒成功的。那这中间的辛苦当然是很难去体会的，所以我们也从这样的角度来体谅一些现在在抽烟的，他一下戒不掉的时候，我们其实其他人可以鼓励他，慢慢的给他关心，慢慢的请他能不能降低抽烟的量，那不要让他们相信说抽烟可以让自己减轻压力，抽烟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让他自己觉得陷入在这个其中，然后不可自拔。访问完了谢旭州老师之后，我们可以听到他个人对于抽烟这件事情的看法，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从中学到些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更多人的意见吧。Hello， 同学，你本身有吸烟吗？我没有吸烟。那你会不会对于就是吸烟，身边的朋友应该也有在吸烟吧？有啊，都还蛮多的。那你会不会讨厌烟味？我本身还蛮讨厌烟味，因为我有哮喘嘛。那别人的烟味会造成我呼吸困难，那我是希望他们尽量远离我。Hello， 请问你本身有吸烟吗？有。那你第一次吸烟的时候大概是在几岁？19。19，那是因为什么原因接触到烟？心情不好。所以是抒发是吗？对，算是一种抒发。那家人知道你吸烟吗？几乎都知道，除了爷爷奶奶。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爸妈一开始就觉得，就是他们会这样是他。我会这样是他们的错，但是后来我也答应他们我会渐渐少抽烟，然后反正他们现在到后来就也是用劝导啊，然后不会非常严厉的制止我不可以这样做。那如果吸烟就是对自己身体本来就是可能会对你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那你会不会去劝他们说可能对你的健康不好或是怎么样？我常常都会提醒他们或者是建议他们说戒掉烟，因为这真的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而且二手烟也会造成朋友的身体健康问题。你有想过要戒烟吗？身体不好的时候有想过，就是像感冒啊什么之类的。像如果感冒的话，就咳嗽，我真的会咳到肺很痛。然后我想说，到底是不是吸烟的关系啊？可是后来就是好了之后，就渐又开始抽烟。那现在就是政府有订定，就是
烟害防治法这个东西来限制，就是说有吸烟的族群。那你在街上吸烟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就是说希望可以有一个吸烟的空间或是一个吸烟室？吸烟室就像是假如说学校外面好了，还好，我觉得我对吸烟室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但是如果在路上的话，就是有路人的话，我会稍微避讳一下，就是不会朝烟朝他们吐，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互相尊重。然后但是我觉得吸烟室应该是不必要，但是我觉得要设立那个丢烟蒂的地方，就那个必要。假如说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全面禁烟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的学校，他会在学校可能里面会设置一个吸烟的场所或是吸烟室。那像假如说是像世新大学的话，就是大家因为他全校是禁烟，但是学生都会在后门集合，就在后门抽烟。那你觉得是不是说可以设立一个丢烟蒂的垃圾桶，或是可以帮他们规划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就是不会乱丢垃圾或是乱丢烟蒂？那我是觉得大学本身有一点责任，应该要设置那个丢烟蒂的垃圾桶，因为如果说他发现吸烟者越来越多，然后造成校外已经很肮脏了，那他就有这个责任去设立。那如果说他没有设立的话，学生本身可以自己去向校方反映。那如果学生向校方反映了过后，校方还不设立，那我是觉得不应该。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吸烟跟不吸烟者的话，其实如果学校要全面禁烟的话，也是有必要，也有这个责任要呼吁到，就是学生吸烟的学生的一些权利。就应该啊，因为他们吸烟也是他们的一个权利。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每个人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不论你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身边一定会有与你持不同立场的人。不妨尝试去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空间哦。在经过街头调查之后呢，我们比较能够知道街头民众对于吸烟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方程，你今天有什么收获吗？我觉得收获可多了。经过这次探访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更了解年轻人对于抽烟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老师所给的意见，都让我觉得受益良多啊。那其实吸烟与不吸烟其实并没有对与错，是吧？没错，只有彼此有没有给彼此之间一个尊重包容的空间。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再回到我们校园543之世代跷跷板，拜拜。